看了黄轩的表演，爱到死。就有个网友呢，就说完全掉拍，然后他就说，哦，就是他字跟字什么中间的什么间隔都不一致啊，然后什么叭叭叭叭叭，跟字中间间隔的长度不一样吗？什么意思？你讲的是像诵经那样吗？能能能能能能能这能谁能摸关谁因不杀能摸关谁是这种吗？我们冷静了，我们冷静后换来的是什么？炸裂，炸裂！我们换来什么？那我干嘛冷静？要比炸裂大还炸裂啊！反正就在那个歌手播完之后呢，然后看了黄轩的表演。爱到死，太屌，太厉害。然后于是呢，我就看了网络上的一些对他表演的一些讨论，然后有一些比较不同的声音。就有个网友呢就说完全掉拍。我跟你讲，我 一看到完全掉拍，我就是我忍不住，我就觉得说你根本是不懂吧，他没有掉拍啊。因为如果你今天是回说好难听不喜欢难听死，我就算了，因为那就是你自己的喜好问题。可是他是说完全掉拍，他讲的是技术上的问题。就我所知，他就是没掉拍，他在玩拍子啊，他有点拖拍感或什么之类的，那个都是很 free 的东西。我当时就会想让他讨论嘛，于是我就说掉在哪，然后他就说，哦，就是他字跟字什么中间的什么间隔都不一致啊，然后什么叭叭叭叭叭，然后说啊，刚好。我今天也是歌手，帮你来指点一下好了。我想说，我哪有什么资格的指点黄轩啊？然后我就讲了我的感觉是，你们听得懂什么叫字跟字中间间隔的长度不一样吗？什么意思？我说，请问是这个我听不懂什么意思啦？我只知道他拍子玩得很屌。你讲的是像诵经那样吗？因为我想到的是南无观世音菩萨，林达林达的。超间隔一致是这样吗？是这种间隔吗？是要用这种？是这种吗？然后我怕这个文字上面留的好像在呛他，就是，而是要用？难道是要像诵经这样？是这样吗？所以我就特地挂号说，我语气很平和，我没有生气哦。他回我的时候酸我，说什么？我相信你也懂那种失言的什么感觉，不是火爆起来？你不是要跟我讨论？你问我的意见，我回答你，你还要酸我？于是就啪啪啪把他骂到爆炸之后，他其实有来私讯跟我道歉。你看这种，表面上秋的跟什么一样，私下来道歉。然后他就说，其实没有必要为了讨论一件事情发那么大脾气。我心里想说，什么叫发那么大脾气？不是你先开始的吗？所以你先酸别人，你还要别人就是按难处，不要发那么大脾气。你谁呀？不是这种人怎么可以理直气壮成这个样子？我不敢相信，我不敢相信，我吓到，我真的吓到。世界上怎么会有这么多人是这种人，并且来了，今天来了第二位，还有第三位，这种人完全我大问号到不行的这种人出现了，蛮横不讲理。拉不下脸，理直气壮，我吓到了！你们周围有这种人吗？你们周围有这种人吗？好，我这里没有看到你说的耶，这边只有 PayPal 的扣款，然后我就说 PayPal， 我说没有，我是 PayPal， 然后我当下我还想说。你看这个客服英文太烂了吧，我英文那么烂我都讲对 PayPal， 你还在那边 PayPal 什么之类的，对不起我错了。那个立刻爆炸也只是我开直播讲出来的一个什么段子感，你们自己问我周围的人都知道，我没有看到他们说哎、欸、我立刻爆炸，哎、欸、我现在立刻就是要去健身，我立刻要打公车走，没有，完全没有这样讲话。今天就看到那个成绩真 take， 我就很开心，我觉得哇天啊，我的世界突然明亮了起来。当然还是有很开心的事情，我还是要把它永远放在心里。那些不开心的事情，我就是要让永远永远在那里发酵。然后我回家就看到一封 email， 我的那个 PayPal P A Y P A L 交易的那种线上交易的，那 PayPal 被停用了，永久停用。我好久没用这个东西，我怎么被永久停用？然后我就登入我的那个 app 里面去看。1月5号，然后超多笔这样子，超多笔。
但是是被扣小钱，就每一笔都是20块，19.9美金，大概折合台币640，18笔就大概10000出头。然后我就马上打给那个我的银行，我就说，不好意思，我的那个卡好像被盗扣了，因为就是我的卡是绑那个 PayPal， 然后我刚刚就看到有18笔的那个盗扣的钱，他说，好，我帮你查一下，我先帮你查一下那个账户的那个明细。他就大概过了几秒钟，他说，我这里没有看到你说的耶，这边只有 PayPal 的扣款。然后我就说 PayPal， 我说没有，我是 PayPal。然后我就开始意识到说，我好像不该那么有自信，因为我英文真的很烂。然后我就安静了几秒，想说，我那个是 PayPal， 给拼出来。然后他就说，哦，没事啦，就是这个没错啦，对，就是这个，没事啦，那是我英文很烂啦，没事。然后我当下我还想说，天啊，这个客服英文太烂了吧，我英文那么烂，我都讲对 PayPal， 你还在那边 PayPal 什么之类的，对不起，我错了。我就去查了 Google 的念法，是 PayPal 欸， PayPal。 所以你们看这个客服有多棒，他还给我台阶下欸，他给我台阶下，我吓到欸，我以为是，我想说，天哪，有比我更烂的人。一个你要取的跟一个你要搞的，哇，这好玩，应该是选 S 姐，为什么？我有两个在犹豫耶，哪两个？真灵跟 S 姐，绝对不是个好老婆，先搞，谢谢，谢谢，而且我已经结婚了，我只想搞别人男人，哎呦，我要搞啦，自己选一个你喜欢的哈，我喜欢韦静，她是你喜欢的类型是不是？我觉得她很漂亮。对啊，五官是精致，很精致啊，很漂亮。然后肤色、皮肤感觉很好。对，然后也有在练肌肉。没错，你说的都是对，都是。又很 special， 你懂。对，又很 special。而且他牙齿也很整齐。有点 special， 有点 special。妯娌啦，妯娌关系。妯娌嘞。那我要问问题喽。他男朋友是他的那个。以前的。特别的团，把话说开啦！没有，是同一团的。你的前男友吗？前男友吗？分了吗？没有前男友，室友，丰田吗？丰田是你的，也是 special 的，之前 special 的，对，所以有这层关系在。你知道有一个游戏是杀局稿吗？就是如果现场有这么多女生，然后你选一个。你要杀的一个，你要娶的跟一个你要搞的。哇，这好玩，真好玩！你可以讲，就是也 include 命。对，杀娶搞 S 姐，杀一个要杀，一个要娶，一个要搞。我也在内哦，快点！应该是选 S 姐。为什么？我有两个在犹豫耶。哪两个？真灵跟 S 姐。真灵啊！我绝对不是个好老婆。先搞，谢谢。都感觉很有成的感觉，就是取一个比较稳定的。哎呀，我要搞啦！好了，两个都搞啦。搞的话，不管任何什么，就是纯粹看外在的条件哦。对，可能是小小。他的外形比较是搞很适合搞的样子，这好难，就是比较喜欢的类型。可是他是你兄弟的，就我刚刚说，不管任何的那个情况之下，哇塞，我以前没有想过要担心你耶。不会搞他，喜欢这种高的，真的，你是爽翻天了，当然啦，开心死了，对，真的是开心死。没事啦，丰田懂啦。他选场来的，不是你选场
来的，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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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呢。你会去会不会跟凤莲讲说那个？绝对不会讲，他也会看不出。